Hello, flowers. And then sorry, Zhang. Say no shit, Pini, Yala. Sofa Eva, sweet fresh, Lea. Lessons say them way in a bow in that town. No shamu, I do it. You'll see Mushishi. And then we get lesson, they say, Bare. Ah, way in the away. And then so yaki way be. We get lesson, they say, Bo. Then you can way in it. Sofa Eva, sweet fresh.在这段时间里，你玩的还挺开心的吧？玩什么开心了？我看在你跟我姐曾经的感情上，我带着你做了这笔生意，但不是让你来赌我生意的。秀英，你听我解释，我就是单纯的想给你多挣点钱。我啊，乃仙阁掌管的东西，倒腾燕子，翻倍嘛。老金啊，你告诉我。 不止这些了，但是秀英，我绝对没有半点私心，我向你保证，我发誓。所以，你就给我整出这么一个局，这么一个摊子，哎，对吗？不对，我这个摊子我马上把它收拾掉，我把它给你收拾的干干净净，不给你惹一点麻烦，行吗？ 老金啊，这个摊子很好，真的吗？真的。
何先生，你来了。若冰在哪儿？先别着急，何先生，你的朋友正在被我们金先生好好照顾。何先生，既然来了，我们谈笔生意吧。哪儿那么多废话？若冰在哪儿？你想救你的朋友，可以，但我是个生意人，生意人最在意的是什么？利润。哦，对，你不在乎这个，你在意什么？正义。你不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你的软肋吗？罗宾在哪儿？你想找他，可以。两个条件：第一，用钱买回去；第二，没钱。你都没有听我第二个条件。我不和坏人联手。坏人？你告诉我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你以为警察为什么要你的帮助？他们不过是换另外一种方式看着你，而你却心甘情愿为他们卖命。你为何不加入我，加入我们？我可以让你赚钱，跟你的朋友一起赚很多很多的钱。这个世界肮脏不堪，弱肉强食，从古至今没变过，钱才是最重要的，欲望也是。只有强者联手才是唯一的出路。有些人有很多的钱，却忘记了密码；而有些人可以开很多的锁，却没什么钱。轻轻松松动几个手指，就可以拥有无数的钱。你还在考虑什么？我不相信你没有动过心。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聊你的金钱观跟世界观，告诉我罗宾在哪儿。那是你们的事情，跟我无关。是你的师父不想让你太心软，怎么办？这一切都是他出的主意，把你的好朋友、好兄弟叫来这里。我突然觉得很有意思。
本来我是不想掺和的，但是我改变主意了。顾南那么蠢，一点价值都没有。你这么有意思，我应该跟你好好谈谈。我们根本就不是一类人，没什么好谈的。不是一类人，他就是你的私生子。他就是私生子，他不是你的私生子，他就是你的私生子。他是私生，他是私生子，他是私生，他就是你的私生子。不是一类人，就没有任何机会了吗？就没有任何机会了吗？你不想成为一类人，我也不会强迫你。那么你就是我的敌人。我真的不想再听到你一个字的废话。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我们不是搭档吗？我没打电话，你不是也来了？身上有卡子或者别针什么的吗？我身上什么都没有，箱子都不知道去哪儿了。别说话了。你是要开锁的工具吗？这个锁不难，但是我没带签子。
用找了，全都是泡沫塑料。那现在怎么办？这个能行吗？试一试。我来吧，一会儿还得开锁。没事。你确定这个真的可以吗？嗯，把这些钉子、白纸拧在一起，理论来说是可行的。如果这次出去了，你想回中古店可以随时回来。没听见算了。行，干。可以了。要不我来吧，一会儿还得开锁呢。没事儿。怎么样？
不怕他们把我撕票？因为我可以保证，我能救得了你。那万一，万一呢？那你就只能自求多福伤真的没事吗？要不要做一下全身检查？没事。不行，你还是得检查一下，我去找医生。真的没事，你就是我最好的医生。
现在连一声师傅都不愿意叫了。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你打电话吗？我不知道。你知道？你比谁都了解我。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像我的人。你知道我为什么要给你打电话呢？你也知道我要什么。好了，不要再给随意打电话了。你是找不到他的。你想什么？我想让他死，可以吗？不行。怎么，心疼了？反正你的家人都是被你害死的，你还在乎多这一条命吗？你到底在哪儿？哟，现在关心起师傅来了，想知道师傅在哪儿了？你要报复的人是我，他是无辜的。没有人是无辜的。只要跟你在一起的人，就一定会受到牵连。求你。什么？求我？好啊，好啊。何书房，你让师傅看一看你是怎么当面求我的。喂，喂，喂，你现在在哪儿？我电话在你那儿。我现在有点事儿，晚点联系你。就是，你听我的态度吗？你到底想要干什么？我要干什么？你不清楚吗？我告诉过你，你是我最信任的人。我不在乎那些钱，我只是想给那些嘲笑我、欺负我、看不起我的人一点教训。你明明都知道的，可是你呢？你却毁了我。你身边的人都因为你家破人亡，而我呢，我这个给过你希望的人，你却要置我于死地吗？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有个屁用啊！对不起，有个屁用啊！你把我送进去了，我的手废了。 不了锁了，可是你呢？每天风光无限，凭什么呀？是，你是应该对不起我。要不是因为你，我现在的日子。 要比你过得风光的多，你现在所有的不满，都是因为我。你想要做什么，你冲我来，冲我来好不好？你有任何的怨言，我求你，针对我，你打我，你揍我，你想要我做什么都可以，但我不准你再伤害任何人。 我算是明白了，何厨房。到现在，你觉得所有的错都是我，对吗？我知道。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是一个高尚的人，乐于奉献的人，并且因此骄傲和自豪，而我就是一个卑鄙、下流、无耻的小人。 可是你别忘了，你的一切都是我给你的，你的本事也是我教给你的。如果当初不是我在修车厂发现了你，你现在还跟那修破车呢。如果我知道你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压根儿就不会让你来教我。早知道如今。 我宁愿一开始就活在黑暗里。你知道我在乎什么？我以为你真的放下了，是我对不起你。这些都是因为我的存在，我当初不应该去找你，不应该跟着你，给你带来了这么多的痛苦，是我的选择，让你不断的受折磨。 就让这一切从我开始给你带来的所有痛苦，就在我这结束吧。你放过你自己吧。 一个人陷入痛苦就够了，为什么还要另一个人跟你一样陷入痛苦？我想让他变得和我一样。做错事的是你，不管是什么原因。
都不应该去开那个锁，更不应该把这件事怪罪在楚风的身上。楚风所拥有的人生绝对不是你可以控制的。任何人都控制不了。那我们就来看看何楚风会不会打开这把锁。到成家路和明和路的交叉处有一个废旧工厂，里边有一个保险箱，你取出来之后送到森林里，到时候有人接应。锁嘛，没什么好坏，咱们开锁也不是一件坏事，但是救人还是害人，那要取决于我们的内心。我想成为和你一样可以救人的开锁师。觉得还给我就可以了吗？还得了吗？何楚风，你欠我的永远都还不起。你看一下最新型的，这两年在北美非常流行，国内是第一次出现，里面含有特殊物质，一张就可以让人丧失理智。贩卖这个也是违法行为。亲手解决这一切，就让这一切因我而起，也在我这里结束吧。随意，无论你在哪里，我都会找到你。你一定要等我，我一定会找到你。所以你想要什么样的人生呢？我想要不用考虑太多，跟随自己内心声音去做自己的人生，想要不在乎别人的目光，堂堂正正的人生。微风吹拂倦了的面孔，
色梦独自遥望星空，突然之间想得太多，十二点还差几分钟，睡意消失的无影踪。没关系，夜晚别唉声叹气，太阳升起会是晴空万里无云。深呼吸，银河系无边无际，星星之间如此遥不可及。为何总害自己弹着禁止飞机，假装不在意，心里藏许多的秘密。我想和你追进月光里，风温柔，云很轻，想你呼吸。我想和你融化梦境里，听心跳重合的频率。突如其来甜蜜的悸动，神情都能将我牵动，沉醉在你温柔眼眸，不知不觉悄悄陷落，控制不住心跳砰砰。没关系，夜晚别唉声叹气，太阳升起会是晴空万里无云。深呼吸，银河系无边无际，星星之间如此遥不可及。我想和你追进月光里，风温柔，云很轻，想你。